ground shake. Hello， 我是 John Wack。OK， 看他的脸就知道被打得很惨了、啊。不过这不是重点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开计程车。这个计程车是我自己做的，看一下这个涂装啊，我宾士的哦，这个车牌是 JJJ 888，台湾大车队的。啊，看看那个前面的 logo 是5438，我后面还有那个贴纸啊。这个搭车刷卡免现金哦，然后限乘四人，嘿，后面还有5566888的字，那应该够大吧 ？OK， 我们就直接上车。好啦，先开一开，等待一下那个校车服务。怎么还没有人call in啊？前面有一台计程车忘记怎么叫啊？可以，我叫了。Roger that. I'm sending you the location now. 这还蛮近的，在附近而已啊。啊，来上来上来！这个人怎么那么脏啊？刚才打完架、哦。I've got places to goddamn go. 好，不要催我开车啊！让我超车一下。这个目的地很远哎，真是的。绕一圈，还要走交流道。过头。这是考验开车技术。哎呦，差点摔车。哎呀，喂。这台车是怎么回事啊？哦，这边要回转哦。不对啊，哦，它可以直走了。我看一下这个地图啊，这感觉很远啊。OK， 这个地方是哪里啊？好像是医学中心吧。啊，没关系，慢慢的开好了。突然刹车 ，OK， 准备下交流道喽。先打个方向灯，要右转。让我超一下车。走啊，走开，快点走！耶、yeah, ，快到了，快到了！刹车，刹车！ Thanks. 没有钱啊，接客完成居然没有钱啊，会不会太狠了一点？把钱吐出来了，把钱吐出来，你居然没有给我车资，算了，放你一马吧。好，准备接下一个客人了，就在转角处而已哦。
Looks like you're close. 啊，对啊，我很近，我很近。居然没有给我钱啊，生气了。那、啊、这个人是怎样？感觉也是脏兮兮的、欸。要不要开门啊？让我出去啊！Cancel that. Something. 哎、欸，我们要取消啦，不要跑、啊！我们要取消，你给我回来！就这样给我走了。算了，我等下一个客人啊。啊，反正下一个客人给我钱好不好？我很需要钱的。这台湾大车最的那个 logo 没有放上去。啊、我接，我接，我接。OK，OK、okay, okay。哦，要回转。喂，这个拖板车怎样？不看路哦。你这样给我开过去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还要去那个地方啊？刚才不是才去过？他好像是随机的。我斩到小白兔了。啊，上来上来！这个黑人感觉好像也没什么钱吧。看一下这地图啊，又是开回去我原本的地方吗？真的假的？这是黑人区吧？啊，好远啊！就直接撞开了，开都不开一下。用第一人称好了，绿色是怎样？有跳表吗？然后我要刹车了，红灯，然后闯红灯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那台什么车？黑猫宅急便。不好意思啊，哎、欸，滑手机的，小心的。客人很急啊，那我要加速了。这台引擎没有改，所以速度怎么看都一样快。哦吼，这边的路好烂啊！好，转弯，转弯。喂。我都快撞上他了，吼，我还是刹车啦，好，终于要到，终于要到了，哦 ，What？ 你没有付钱，可恶，你给我回来！你跑，给我跑走、哦！你给我跑走！他奶奶的，你给我回来！你死定了你！啊！你给我跑那么快！站住！死吧你！别想跑，你死定了！怎样啊？害怕就对了。害怕的说嘛，真是的，还有这种跑走的哦。这附近还有人要上车吗？
I need a driver for a pickup right away. 好，马上去接你。Perfect. They're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from me. 好，我再转角也有 OK 啊，没问题。转角嘛，转角遇到爱，我来了。真的是转角啊，还在死路一条里面。让开啊你，让开。这个黑人区耶，黑人区应该没什么钱吧？啊，上来。那个戴安全帽是怎么回事啊 ？Let's go, please. OK. Let's go. Let's go, please. 走开，小心啊！走路不看路的。好险哦！我就这样，直接这样穿过去了。走路间，等一下，我要直接闯红灯。好险，这个任务比较快结束啊，就在附近嘛，真是。下车。Thanks。那为什么他接客完成都没有钱呢？啊，你是白痴哦！门打开，你居然还撞到门，你有事吗？钱呢？我拿出来了。钱呢 ？Good， goodbye， 再见。哎呀，我的门没有关好，真是的。好了，这次的计程车就要到这边了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继续开我的计程车去了。